这山上是有茶园吗？上面是有茶园吗？ 他们去采茶去啊？拔草去啊？现在还采茶吗？紫草。现在还采茶吗？没有，没采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我身后的这个山里面就有茶园，刚才过去的是去拔草的茶农。 那边就是海，石公里的地方，这边是迎风口。从那里直接杀进来，杀进来之后呢，被那个山挡住，就往上一飘，然后风就在这里边打转。哦，所以你看那片树，那片死的很惨，就非常惨，这边都那个都有一些很多树都倾斜了，啊，你看这些都是歪歪斜斜的。 单芽一叶是最好的，你单芽做出来也不好喝。单芽做红茶很好喝，做红茶好喝，对呀，做乌龙就不好做呀。你做乌龙就没法做呀，它的要求力不够，它力不够。这个还不是那个采也算是一个标准的了，算是一个标准。采茶的时候，哎，对，采茶的时候就。 这个是做乌龙茶的比较标准的这个采摘的要求啊，要二三叶开面采。春天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叶子，它是这样嘛，然后要求就是它顺着手下去，然后往下折，往下凹，然后向上提，掰一掰就断啊，老师就掰得很准。 他就是这么采，千万不用用指甲去抠，这样会把它抠坏，是吧？对，会把它抠坏，又把我们指甲抠伤，这样就断口很整齐。然后另外一个讲究就是说，这个叶面就是你采到的最后一个叶面，不要超过你的手指头。啊，老师又是很标准，随手一采。对，这样你必须给农民给采茶工这些非常简单的方法，你否则你不告诉他，他就一把，就随便，然后你就死了，挑也不是，不挑也不是。对对对对。